洁肤霜。首先，洗湿双手与脸部，在手心上挤出分量约 1.5 公分小圈的洁肤霜。轻揉双手，制造出活性泡沫。将洁肤霜以双手划圈的方式均匀分布全脸及颈部，双手再以打小圈的方式每部分3至5圈，局部洁净下巴、脸颊、眼部周围、额头、鼻子及颈部，最后以清水洗净，并用毛巾或纸巾轻轻按干脸部。调肤液 T2，在手心上倒出适量的调肤液 T2，用手指均匀地将调肤液 T2 轻柔涂抹全脸及颈部。根据不同的肌肤类型与肌肤需求，美白霜 T3 和重建霜 T4 可分开来个别使用，或混合在一起使用。美白霜 T3 及重建霜 T4 在手心上取出3至4次全压的重建霜 T4 及4至10滴的美白霜 T3，用手指将它们充分混合。接下来，将此 T 系列混合霜轻柔而均匀地涂抹全脸。美白霜 T3， 首先在手心上取出7至10滴的美白霜 T3，用手指轻柔而均匀地涂抹全脸。重建霜 T4 在手心上取出3至4次全压的重建霜 T4，轻柔的涂点在脸上各个部位。以指尖均匀的涂抹全脸。C15精华液在手心上取出10滴的 C15精华液，轻柔而均匀地涂抹全脸。
润肤霜。取充足的润肤霜，分量约 1.5 公分小圈。轻柔的涂点在脸上各个部位。以指尖均匀的涂抹全脸及颈部。紧肤露，取2至3次全压的紧肤露于手心，轻柔而均匀的涂抹全脸及颈部，集中涂在毛孔显著的部位。防晒霜建议在到室外接触阳光的15分钟前便使用足够分量的防晒霜，均匀地将防晒霜涂点在额头、眼部周围、脸颊、下巴、鼻子及颈部，轻柔的以指尖涂开，或以轻巧的按压方式将防晒霜均匀地分布全脸及颈部，必要时应随时补充使用，尤其在游泳、日光浴或过量流汗之后。暗霜液洁肤后取适当的量涂点在所需护理的部位，每天使用至少4至5次，更快见效。